草地。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，我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你们见面。我叫做小白，这几位是我的好朋友。这是肥羊，咩；这是黑羊，咩；这是小绵羊，咩。大家好。我们几只羊住在这个牧场里面，感到非常的快乐。在这里我不只有好朋友，而且还有一位好主人呢，他很爱我们。记得有一次，喂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出发了。还没有啊。飞羊慢吞吞，慢吞吞。黑羊，为什么你总是喜欢取笑他呢？又不是笑你。是啊，我怕了你了，一点小事就在这里咩咩叫，真是胆小鬼。黑羊，你太过分了。你们吵什么呀？整天都在吵，烦不烦呀？哎呀，又为了什么呀？别整天为了一点小事便吵吵闹闹的。你们应该相亲相爱才是。好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啊，是什么地方啊？那个地方叫做青草地，是一片绿油油的大草原，旁边还有一条小溪，环境十分美丽啊。啊，好极了，这么大的青草地可以让我们大吃一顿，而且在草地上睡一个大觉一定很舒服的。主人，我们怎么还不出发？等一等，你们要先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我们到青草地去，沿途要经过一个崎岖的山路，路不只是狭窄，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山崖的。所以我要你们乖乖地跟着我，不要乱跑，万一发生意外生命就难保了。哎呀，路那么窄，我又那么肥，能不能走过去啊？太危险了呀。哈，要紧紧地跟着主人不就行了吗？对了，你们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小白，为什么你不出声？不舒服吗？哪里是不舒服呢？我说他怕死才是真的。你这么讲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了解。小白，不用怕，只要你跟着我，半步都不离开，你一定会很安全的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了，主人。好了，我们出发了。啊，我们出发了。好狭窄呀，我好怕啊。喂，你别吓我了。哼，你那只黑羊啊，刚才还牙尖嘴利的，现在吓得牙齿僵撞了。哎，大家听着，我们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再走。哎呦，累这么久还没到，就是嘛，僵住还没到。不用怕，我在这里，你们先跑到山洞去避一避，让我来引开那只鹰。小绵羊，你带队吧。你们跟着我走，小心点啊。肥羊啊，你慢吞吞的，走得那么慢，那只鹰就会咬死我们了。你们等一等我啊。哎，终于安全了。哎呀，吓到我连肥油都流出来了。我们是安全了，但是不知道主人现在怎么样了。哎呀，是呀是呀，怎么样了呢？不知怎么样了，不知怎么样了。刚才又没有见到你们跟着主人，现在才来假惺惺，这是马后炮。
那你自己又为什么不跟着主人呢？只会讲别人，你才是马后炮呢。哎呀，你们不要吵了，我现在就去，我要证明给你们看，我不是胆小鬼。哎，小白，小白啊。哼，黑羊，你这次闯祸了。我可以让他们小看我，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到青草地去。哎，前面远远的地方好像有绿色的东西，越看越像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是青草地，真的是青草地呀！虽然就快天黑了，我也要漏夜赶到那儿去才行啊，这样我便可以比他们早到了。糟了，越来越暗了。是狼啊，哎呀，是狼啊，什么？羊儿，羊儿，你们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主人，你回来了。主人，你受伤了呀？哦，不要紧，只是皮外伤。哎，怎么没有见到小白呢？小白去了哪里？肥羊，你告诉我。是这样的，刚才，哎呀，不得了了，小白一定有危险，你们闯祸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回他。我也去。不行，你们乖乖地留在这里，一步都不能够离开。等我回来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主人，你小心点哦。小白，小白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小白，糟了，前面不就是饿狼谷吗？小白一定在那里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是从前面传来的，小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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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人，快来救我！你别动，小心跌进山谷，让我下去救你上来。还有一点怕呢，我不是更怕吗？差一点连生命都没有了。啊，主人回来了。主人啊。哎，青草地好不好玩呀？好啊，很好玩，实在太好了。朋友，他就是我们的主人了，为了救我，他不怕危险，连性命都甘愿牺牲，他真是爱我们呢。小白，我是你们的主人，你们是我的小羊，我不愿你们当中任何一个迷失，我爱你们每一只小羊。主人，我们也好爱你，以后我们都要跟随你，不再离开你了。是啊，是啊。